说，我真的觉得我的胸比我的人还红哎、欸。哇哇哇！现场脱衣露五寸事业线，他惊艳全场。还有他，他秀八块腹肌，这是怎么了？哦，原来他们是爆三俏娇蛙的演员，由卓韵之执导的这部电影来马进行拍摄。我哋嚟紧几日就会去到吉隆坡嘅唔同嘅地方去揾景，咁睇下需唔需要揾到去譬如话金马仑高原，或者要揾到槟城。周秀娜被五寸事业线夹击，她淡定有余，还赞大马双骄呢。其实我觉得佢两个都好，即系好有心啦，即系好专业，因为佢哋又特登真系抽时间过香港训练。佟冰玉和林佩琪不担心焦点一直在身材吗？当然不怕说会只是注重在身材，那其实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没有担心这一个问题，但是我觉得这一个身材的东西是一个 bonus。嗨，宋颖娱乐最 live。